哪个老虎？破很大洞吗？应该还好。啊，怎么会弹到流血？我你不要动。你以前有这样过吗？从来没有，弹琴弹流血，这还蛮好笑的。没痛吗？会，还好，就觉得莫名其妙会弹到流血。被自己的古董，被自己的古董钢琴弄，所以。古董钢琴，大家看看就好。不是，你错了，是能量爆发。哦，对，红了啦，红了啦，见红就发了啦，见红就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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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了。不要动哦，小心，待会拍完就把它烧了。万万不可啊！